带饮料过去。来，左边是我们，右边是白菜。两个小朋友在这，这边两只，那还有一只在哪里？小心。还有一只在哪里？答辩。哦。菜，他要什么？要什么？我过来。好，等一下，现在叫我们叫宝宝这样子。好可爱哟、哦。他应该在吃东西。喂小宝宝。他是小宝宝。他是小宝宝。对。你看他是小宝宝，好大只哦。他大概一个半月了嘛，一个月多了。